各位主播大家好啊，今天是盂兰跑会共耕的直播，那我们呢将为我们参加跑会的学员送上1000盏佛灯，愿这1000盏佛灯能去除我们以及众生我们其实父母的悲暗，去除他们的业力，愿这个佛灯让我们自身以及与我们法会底缘的众生都能智慧长明，去除业力，增加福报，众生的功德在诸经啊有很多的记载。那么我们今天有缘大家一起供1000盏灯，让我们的本身的功德啊以及对父母一样的功德都是要先灯能够产生共修的效果，每个人心中看到这1000盏灯，有1000盏的功德，1000个人那就有1000000万盏灯啊，长明在我们心间，长明在六道众生中，为他们照亮往生极乐世界的道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期祝愿本次盂兰盆法会大家所求愿满，所行无灵。这里主力本题，愿今天供的1200盏佛灯的功德回向给与法会结缘的所有的众生，愿大家所求如意，所行无灵。